生怎么了？你太后面了，人家哥哥跟你说要往前进一点啊。你刚刚飞出来了，因为你一直拿它扇啊扇啊，我帮你保管好不好？干嘛？你很冷啊，不要去扇我。如果一百个地方扇可以，我就飞上去了。飞到上面去了。上面哪？跟谁在一起？跟小天不晓得，我会跟谁？跟小鸟在一起。就飞了呢。对啊。就在。我就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我就看到你。你看到乱七八糟。那你不能要好好排队哦。请问是我如果说想要跟你拿那个，对啊，我下次想。谢谢。对。他很没有忘记，这就很喜欢。你看上次那个眼神。我是觉得啊，念华德福小孩对学习比较热。有吗？真的。私有的小孩很明显就是对学习会觉得是压力。觉得还强强，我是希望他们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，我也不晓得小孩的。我们看很多人都知道，真的，你好厉害哦。可是上小学就没办法了。我们也还是没办法，可是我们可能要都一直尽量，能自己带尽量不要出门。是。比较能低俗。好，今天上课好开心，有多三个，就多陪他，多陪他，而且都价值观都是一样。对，二三，而且你这次回去有练习是不是？只有练习，那你这样是练几天？有十个糖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是哦，那一次多等十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再一起数，你帮我数。唱好好听，还当我的指挥家耶！Go go go！
讲什么颜色吗？好了，绿色是吗？好，橘色。OK， 我们一起数十个吧。妹妹。有吗？